把什么呢？刚刚的那个九九乘法表有没有改成用什么呢？用画回圈输出九九乘法表，会有三个地方不同。其实你只要这三个地方改一下就好了。那、怎么改哦？其实我觉得哈、真的有些东西哈、你就照一样画。所以一，我先把刚刚九九乘法这个程式，先 run 一下，应该是这个了哈、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copy 贴一下，改成坏了就可以了。这边我把它改坏了。因为我需要一个版本，一个 for 一个 while， 然后九九乘法表，好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把它开起来，因为复制完之后哈，开起来 while 版本。那改哪些地方？我讲一，如果你看到这个 i， 请你第一步呢在上面哈，先增加一个初始值给它。二的话呢，把它的 while for 改成 while 就对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一个条件。当这个 i 是什么情况下会进入回圈呢？当它小于10的时候，有没有？ 1,2,3,4,5,6,7,8,9,10,10 就跳离了。OK 哈、再来的话呢，步进，特别重要。那我先把这个跟这个改，步进应该放哪里呢？一般会是在这个while回圈同一阶里面的下一个这个地方哦。i 加等于一哈，所以这边的话 ，i 加等于一 ，OK， 记得哦，这些这个地方的这一个好 ，i 完成了。再来的话 ，j 如法炮制，在 for 回圈上面呢，先增加一个初始值，然后呢把这边改成 while， 所以一模一样哈，while 这边有哦 ，while j 怎么样呢？小于十 ，OK 哈、这个我想。再来的话，就是在它这一阶的最下，我习惯是把它加在它这个很多行的下面一行，比如说它有很多行，执行完之后呢，再把它追加等于一 ，OK， 就步进值。好，我们改完了，一二三，一二三，改完之后的话，我们试一下哦。刚刚是 for 回圈 OK 啦，坏回圈 O 不 OK 呢？试一下，其实理论上应该按 OK， 有没有做出一样的结果呢？有没有一模一样？所以你说 for 回圈能不能做 while 回圈的事？可以啊 ，while 回圈能不能做 for 也可以啊，两者是相通的啦。但是只是说那个语法哈 ，while 回圈强调的是这个东西 ，while 什么情况下发生？那 for 回圈强调是初始值跟步进值，所以两者哈，它虽然是可以相通，但是各有它的优点跟强项部分哦。你不能说你这一招 for 回圈闯天下嘛？可以啦，也是不太恰当吧哈。有人说 for i 等于 range 多大？我不知道，很大，你就给它1000万好了，跑个1000万会不会？可以，可不可以？直到条件发生的时候，我把它 break， 可不可以？可以啊，也可以坏我回圈，各位，可以啊，有没有人这样写？也有人这样写啊，我不要，我最讨厌用坏回圈啊，可不可以？可以，放回圈一招就完了，你就不用学坏啊。range 不是他就 range， 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啊，很大啊，一个最大的啊，就是那个 integer 最大的、1000多万啊，如果跑到1000多万还没跑出来啊，那理论上这个就应该不太可能的，对对对，好，所以。可是说你就这样写 O 不 OK 啦？不过我是觉得哦，程式有的时候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但是我的写法，我是比较强调的是第一个，程式越短越好，第二个逻辑越简单越好。所以哦，你也不要钻牛角尖。有些人就是程式越写很厉害，高干物件导向什么都来了，写到最后呢，说真的自己都看不懂了。套一个，就自己写一个类别，然后再把那个类别把它叫进来，然后 create 一个新的物件，然后那个物件里面有属性方，有成员呐、很多属性跟方法。不过其实厉害的坊间有很多书籍就一定要写成这样才会畅销啊。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说你怎么这些都不教？对，像我们课程里面都没有教你使用物件呢。没有教你使用类别，这样感觉好像比较不厉害。不过我强调的点不同哦，所以特别是哦，
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教你什么一些，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那种程式的什么哦，很学术或优化或什么的哈、哦，可能这个课程比较不适合啦，不也不是不适合啦，这个我觉得是阶段性的，还是至少你要学会大部分的应用，再来是追求那种理想化的境界。哦 ，OK， 那不过物件还是要写到 memory 里面，你可能要真的要把自己变成一台电脑一样，你人脑真的要很像电脑才有办法处理哈、哦。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刚刚的重点哈、哦、是摆在那个哦 ，OK， 我大概改了几个地方哦，应该有印象吧？啊，不要死背，啊，如果可以把它变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你 for 跟 while， while 跟 for 两者之间哈、哦、就会比较没有违和感了。哦、啊，这样的话。以后呢，管他什么回圈，要重复处理几次，哎，你就会很快的知道答案了。OK， 所以其实回圈讲白的哈，就是帮你不断处理就对了。但是你不断处理哈，你如果用 for， 你要告诉他你要处理几次，他一定会告诉你用 range， 好，告诉我 range。啊，如果你用 while 是，你什么时候停下来？哦，当什么条件就停下来，两者之间差异在这里。哦、啊，其实电脑之所以最强大、哦、就是处理人不喜欢的事情。人最讨厌是重复处理嘛，谁会想要一直不断一直重复处理，累死了，处理几次我就眼睛发昏了嘛、哦、但是电脑你叫它处理一千万次、一亿次，它都不吭一声，而且呢完全正确、哦。所以其实你如果要希望能够、哦、以后利用电脑的优势哦。你就可以不断让它去做、哦啊、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的话就自动执行，时间到自动执行，时间到自动执行，诶，那等于是说你多几台电脑或者虚拟电脑 virtual 的电脑，它自动很多就每天就让它开着，它就不断的去帮你做你应该要去做那些事情，比如说从网络上、哦、把所有的公司什么资料啊，它只要 open 的东西全部都抓回来分析，当某一个条件发生的时候告诉你就好了，或者自动帮你把这些资料报表、哦、整理出来图形化的结果没有给你的会员就好了。 OK、哦啊、你就这就不得了了吧，对不对？很多那个我发现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些事情 啊,、哦、啊, 他啊，但如果这些事情全部都自动化了，你最后你只需要去 check 到底这些事有没有被做完，它有 log， 你看一下 log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问题就修改一下程式就 OK 了、哦、这样不是很多事情、哦、所以人家说有些人的工作可能会被机器取代，其实我说机器应该是被背后程式取代吧，机器只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名称吧，一个名词，但是机器背后它怎么 run、哦、还是必须要有人去把程式写出来啊，不然机器怎么有那么厉害？目前未来 AI 的境界是，机器人会自己写程式啊，但是到那个年代哦，有没有有可能？可是我们有生之年应该看不到，我觉得啦，哦，目前来说啦，哈、哦，还是以人写程式为主，但未来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产生一个机器人哈、哦？他帮你写程式，我觉得是有可能，可是、哦、应该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的、哦、还是要仰赖，所以你们学这 Python、哦、将来就是一门专业啦，以后、哦、还是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完、哦、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哦、因为等于是你虽然没有、感觉好像没有很多人，但是实际上你可以借由程式帮你产生很多比人还要可靠的那种算是什么工作执行力吧，因为他 run 完他自动就 自己就 run 了，他也不用说随时还要去检查他有没有 run 有没有去执行、哦、或者是确不确实，人还会偷懒，电脑只会 shut down、哦、不想关机对对对、哦、所以差异在这里，那请各位把那个画回圈、哦稍微修改啊，了解啦，主要是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之间差异哈、哦。那今天的重点大概就是摆在这个部分啊，下一次上课的话，我们就继续再往前推进了。哦，所以下一次上课的话呢，哈、哦，回圈讲完之后哈、哦，后面当然就是再来
有一些练习题，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再来讲像 list、dictionary、开档案跟资料库，然后再来就是网络上的资料、开放资料的下载，并且载入到资料库等等的相关练习。啊，这些都是必须透过回圈跟逻辑判断才能完成的。好，所以前面讲的东西跟后面其实是非常有关联性。好 ，OK， 那今天的话，时间也差不多了。